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钟姐，旧摩创业群来。今天我们来到了这边，是位于龙井这边，这边就是要往大渡方向。那这一间呢，之前都有来这一间巡过，出货感也非常不错。那我们既然来到这场，就来这场玩一下。好，我们来玩一下这一台。可是这一台呢，刚刚我们想说试一下爪力，它原本是横放在这里，然后石原我想说捏个螃蟹试试看，就石原出货。差不多应该不会浮吧？对，想说它放直接贴在洞口应该，是一个吸引人的，就没想到真的浮起来。然后我们那一个出碗呢，又小拉一下，10元、20元，没想到这个又带过来了。然后我们刚刚捏起来，它好像都放，对不对？嗯。放着放着。挂着。哎呦！什么？它差点冲过去啊！过。位置太小了啦。对啊，那这边我这边这个小带一下，哦，它是有爪力的，只是现在这个，哇，这个天地问题了。对啊，这个有点尴尬，除非它刚好后旁，就后旁。哎，什么啊？这个，然后我们才打90块。这个你那个没有挖掉，你那个也没办法出位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就，我觉得这边先带一下位置，等一下我们这个直接直上直下，应该是不会丢回去啊，我觉得。放一个，难道他也能倒爪？一点点，来再拉一下里面，我们把它拉好拉满，不然这个洞口我直接给它下去，怕会喷回去。虽然说这一台有给我的感觉，它我捏起来它应该是直接放原地给我了，不过，但是为了保险起见，还是得做一下保险牌。虽然那边又有球了，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其实算有点小安全的啦，只是碍于要真的100%。其实我们这个下去。哇，直接来，咚咚咚咚，完全没有丢感。它只要在一颗球上面就太高了。我们刚刚那个是真的很漂亮，如果没有后旁，我相信正旁应该过不去啊，应该是过不去。还是我先逆这个。角度应该很难知道，除非甩过去又很漂亮，这样子进去，擦，爪子有点小。爸妈要换个位置。对啊。这个嘛，那我就，哇塞！你看爪子太小，进不去。卡住，不然就这样子啦。这样是唯一变位置的机会，不然它再立起来啊！再给它一个螃蟹啊！对啊，捏腰。这样呢？哦，没起来，我想说会起来。可是位置也许有机会。对啊，我是觉得，这样。哎，这啊，直接捏吗？还是抽起来？用抽的看看好了。真的抽过去啦，这个这么轻能不能过来，然后我们再抽它一下，叫它挂在那里好了。哦，松了，拉标准盒，重拉到，来先把这个带出来。喂，快丢。哎呀，可是你那个没有全包。对啊，嘿嘿，啥？小卡了一下，哇！10000，这一台，嘿嘿，又来，哎呦，滚回去了。那我们先拉，难道要全包？全包，嘿嘿，哇！它这个弹的都非常不错啊，难道这一台我们要清弹？
没有青苔奖。对啊，但是这一台的台性，青苔是真的有机会。虽然说也是可以见好就收，但是这一台这么好玩，可以再给它多玩一下下。出来，哇塞！接来耶！天助我也！来呀、啊，拖一下，全包一下，跨着一下，松了，拉来前面，好啊，再滑，这抽得过吗？应该，我觉得可以，抽不过，再抽，他只要正一点，给他一个抽一个深，有了，过了。那个助攻，这个过来，约头，来呀，过来呀，中，可以，漂亮的位置，如果后旁的话是秒杀，哎呦，差一点，而且刚刚水壶有带到，来吧。给我一个后旁，来了，后旁位置，后旁，弹出来，吼，啊，这个怎么办？哇，这个我就有点两颗，一颗头两个大，这个全包外丢，你要卡一下吗？难道它可以吸过来？吸哦，拨过来一下，哦，好像还行，上来，哇塞。甩过去看能不能抽到，哇塞，越来越漂亮了，有有有有有，他直接放啊，青苔，一瞬间。可是不得不说，我们这有捏几个很漂亮。如果刚刚有很多那个像漂移货车啊，没有吃到一个后旁，或者是很多点没有一个后旁，会过不去，除非他跨得很上来，用一个滑爪。好，那我们就顺利清台，再去玩一下其他的。来吧，我们寻到了下一场。这一场好像这一台已经很久没玩了，有好一阵子了。那我们就再来光顾一下，来啦。哦，对，可是我是觉得就还好，我们就想办法把它打到可以打的状态就好了。就好比说，我们把前面把它铺，如果那一个变一楼，这个不要出，可是应该会出货，因为这台基本上就放这一台，唯一的防御就是那一个下线长度而已，直接抓后面。再撞一下，撞左撞右，哇塞，全倒哎！哎，应该会一次两个两个哦，两个。嘿嘿的，你是要卡洞是不是啊？不然一次三个。你这样子怎么解？可以啊，你看，卡洞喽，三个。来哦来哦，一次出三个哦。没有了，两个而已的。哦，这个角度呢？哦吼，这个出货感。哎，我把这只熊熊过来啊，再调一下爪子，不过来。有了，我是觉得不用理它。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好像很重，它只要往前蹦，它就出了。我们就可以省了那个十元，我们就不用浪费十元在那边用出货，用这个带个位置兼出货。没有嘞，造成自己的困扰。不会啦，一次出两个啊，这样啊，哎，哎，他怎么放掉？来哦，推就好了。哦，我是觉得他起不来，躺下去就起不来，对不对？哦，它是什么啊？让我更想把它打出来了。全部平台。
那我捏一下就好了，捏到就有。它下线长度有变呢，是啊，刚这一下它插到最底耶，你看，哎，停了，好啊，出来了，用方盒装吗？对，用方盒就好。有了有了，来，我们再把这个给它拱出来，装。那怎么？那还登机啊？弹一下。这一个，他们的重点都在后面啊。对啊，目前这一场有点尴尬哦。没币。对，他对币机完全没钱可以换，就尴尬了。我还差十块钱。来，全包一个。外丢。我觉得会。直接外丢。但他好像是有点带一个卡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有点停顿了一下。对啊。他说啊，送你啦。那这个再送我吧。过来。那我们扣打剩不多，因为没办法，他对币机没钱了，我扣打剩下这些，那就算我们再有枪位，我们也打不了。哎呀，其实后面公仔是不是都露出头了？对啊。真的是可惜啊。哇，完全露出来哎！然后加上我们45度角一个大平台，极度完美。难道就此不完？能不能再出一个鬼灭？插到这一个的话，进度应该会比较多。对，以后我们在那个车上预留币好了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有了有了，全包，这样子，来，哎，哎呀，最后10元，这一拉如果没进度的话，我直接都进攻。好，进攻，只有60块的扣打。哇、哦！他直接丢到，直接出啊！他直接丢到我的玻璃这里，还有50块，这个要打到3拍去了。这样子，3拍，还后旁，找那个最稳的可以出。对啊，那我们最后只有40块的扣打，我想要试一个东西，用3拍打这一个45度角，这样子。哎呀！再一个3拍。这个倒，然后来拼了拼了，最后10元，哎，刚好40块，因为我们后面已经没有决定要打，如果我们今天要把公仔也全抠出来的话，我那个45度角会留着，他对币机完全没钱，我们也是打我们那个袋子里面剩余的扣打，那我们就要转移下一场，这一场呢就在某一个路口的转角处，大概在附近左右。发现2楼，哇、哦，这样子应该2拍捏一下就好了、啊，超快，快吗？我觉得还好，是啊，嗯，还好还好，抓得到。哎、欸，哦哦，哦，它是下面那个，是的哦，我原本想说是上面，你也想说上面对不对？对啊，哎、hey。太重了，那是要吃多一点。啥、啊？怎么可以分两个？
锅子啊？不知道哎、欸。来来来。啊？吼吼。去无霸逆过去会不会掉在这里？去无霸。然后再拖上去。你说逆耶，再拖上去这样？对、啊。哦，可以。下来扛，它下面还有一个招财随机一路尾，招财的东西，那没办法哦。是这个姿势哎。哦，应该是没关系啦，直接逆都可以。嘿，那这个角度呢，不太漂亮啦，但是可以。哎、欸，不能吸，想说试吸看看，而且这一只本来就重了。那我就给它吃下去，丢，这样呢？这个姿势可以啊。还是这边这个怎么那么长啊？那我就把它拖上来的。哦，超重啊！哦。直接凹下去。嘿啊，哦，凹到底耶。那我就直接这个给你。会不会直接透过？捏够薄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。哦，就哦。它勾起来还是吸起来？勾到，它勾到那个透明盒那个点。可以再勾一次吗？哇塞，我们是不是把它打空了一截啊？对啊。但是不得不说，这一台的弹性其实不难，我们看能不能再把它拉个一个，这个被旁边卡住。对啊，要么先带掉那个，不然就先直接插，不然还是先带这个好了。这个当平台。对啊。哦，重的。对，重的。但是如果捏到一一爪，我觉得会更漂亮。对啊，直接往前冲一下就好了。冲一个。哦，那个直接捏薄脱。下来倒是。但是还不够下来，再给他吃一次，两拍。够下来了吧？也可以啦，但是我是希望他吃整个，可以把它挤压着。再一次，就这一次了。好，那我来进攻了。嘿，喂，可以，不是动的吗？哎呀，那怎么 hold 住了？捏太多，还是那个？靠我这里，靠，哎、欸，没靠，靠不了。它靠过来的话，直接捏起来就脱了。这个超重啊！这个、超重啊！还是你直接捏一块，它等一下出那一盒。哦，我觉得有机会。我、哦、可以啊。拖！哇塞！如果它再下去是完全平台、欸。这样会补吗？可以，这样子可以。中了。秒杀，而且它一楼变漂亮了。对啊，整个下去啊。对啊。哎、欸，这个是什么、啊？它写月亮，让我看一下就好。月亮球灯，你看娃娃机就是很多很特别的东西，我就很想给它看一下。我不是、啊，我把它捏起来，撞到。好了，来了，完美。秒杀，然后这里，好像也是重的。对，可不，为什么他写一个月亮球灯？这是灯美。哦，阿奈丽奇啊，再小带一下，嘿，嘿，出来，
对啊，我们毕竟把它打了好几个了，所以变空合理啦。你看娃娃机的东西就是这么的稀奇，这么的特别，每看到一样你就想，哦，这是什么，很想要把它夹出来看一下。哎，捏个宝。捏个宝直接飞脱。捏个宝飞。来吧。哦，这漂亮吧。凹下去吗？可以凹到的话就凹。哎呦。哎，再吃多我也怕。哎呦。哎。哇塞！要几次？有了有了，这有了！哦，这够多了够多了。啊，你的漂移货车怎么上来了？是啊，可是真的太空了。如果要再打的话，我们东西先放回去。小事。小事哦，好。就20元。因为我相信应该是不太能带得过来了，因为你看他在那边，除非你要把东西拖过去，把它挤压着，把它带上来。但没办法，因为我们真的把它打空了一截，那我们最后就夹这几个吧，然后去把东西稍微集中一下。好，我们这次夹完了，这次我们总共夹这样子吧。我，哦，今天出货感真的没话说，哦，我们总共打了多少东西啊，超多。真的最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堆。我们那个时候想说那一间也很久没去了，然后那一台之前去也没看过，想说试一下，结果我们这一堆打下来500块，四个长盒，然后一个宽盒，一个标准盒，才有一个漂移货车。哦，这一波真的不用多说吧，赚翻了。然后我们后面呢，去到下一场呢就打了一堆，但是那个东西公仔全部露出来了，但是缺点就是哇，对币机没币，而且我们去打的这一堆还是我们里面原本的钱，所以就没办法换币，然后我们的币也打完了，所以不得转移阵地来到下一场。然后这一场呢也是第一次来，也是无意间在一个转角处发现，我们才打这么一台，台性真的很佛，一下子就少了2、4、6个大东西。然后里面有巨无霸公仔啊，这个球灯也不错，然后这应该是玩具吧，这个好像是电锅，所以今天出货感真是毋庸置疑的满上加满，满到不能再满了。好，今天总共就夹这样子吧。这个抽奖要抽什么呢？我刚刚看了看，今天这一步前面这500块真的不得了，哎，多送几样奖品给大家吧，因为我觉得这一波是真的非常不简单啊。我们这次抽奖就抽多一点，因为光前面那四个基本上我打第一台我就不太亏了，我就把这些多余的都送给大家。我们这次抽奖就抽一个金正长河，这是罗宾吧，罗宾，然后再一个白正娜美，再加一台漂移货车。那这三个我们就抽给一个人就好，让他拿到的时候我奖品非常的多，还有两只公仔可以摆上去公仔柜参观一下，然后还有一台漂移货车可以小玩。那我们这抽奖呢就抽这一组，两个嫦娥加漂移货车抽奖送给大家。那这一组的抽奖方式朋友大家看一下，喜欢的话谢谢，拜拜。